闹爆怕丑仔男友，皆因情欲短信多。好搞笑啊 ，B B。系啊。边个 send message 俾你啊？冇啊，广告啫嘛。俾我睇下。唔使啦，广告啫嘛。俾我睇下。诶，唔使啦。Lucy send message 俾你喎。如果你想开心，就将呢个信息广发俾十个人。你会唔会听 Lucy 话 send 出去啊？梗唔会啦。但如果唔 send 嘅话咧，你最心爱嘅女人会死嘅。咁你 send 唔 send？ Send 咯。我帮你 send， 上面 Lucy 嘛。喂 ，Lucy， 你做咩 send message 俾我条仔啊？你边 ？Hello Auntie，Hello Auntie， 我都唔知道你叫 Lucy Auntie 系啊。唔好啊，我系 Q 啦，系啊，我唔好啊，我最近忙啊，去排戏咯。咁有个戏好睇，叫《求恋期 Q 啊》，你嚟睇啊，拜拜。点解你话俾我听你阿妈叫 Lucy 啊？你唔好嘈啊！各位姊妹，你知道呢、这个世界上面男人咧，真系系咩话？没有最衰，只有更衰。冇错，各位姊妹，呢、这个世界上面嘅男人没有最衰，只有更衰。